那现在已经讲到数学了哈，那前面的一到三哈，当然很，在云端上都有啊，影片也有，所以我会建议啦，因为这都有互相的那个哈，前后的关系，前面如果你学得好，后面如果你会学得比较轻松一点哈，所以回去还是要多一点时间做练习，多复习哈。那我们在数学函数里面找到这个。那这一题的话，基本上呢，它主要是要我们做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算一下啊，那个宜兰和苗栗的总人数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是什么苗栗县的哪一个什么市啦，或者宜兰县的哪宜兰，只要是宜兰开头的，或者苗栗开头的，那你就帮我把后面这个东西加起来。好啊，前面好像有讲过类似的啦，就是可以用一个万用字元嘛。好，前面好像讲星号是代表后面不管有什么。那一个问号的话，代表一个问号一个字，两个问号两个字。那因为这里字数，如果假设你不确定多少字的话，我是建议你用星号，然后一个 star 会比较 OK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要做苗栗跟宜兰的总人数的话，其实这一题跟前面那一题还蛮像的哈，就是007那一题还蛮像的。你可以分两阶段嘛，先做苗栗，再做宜兰，把它加起来比较好了。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插入函数，利用那个数学里面的那个3MIF，往下找那个3MIF 这个函数啊。那3MIF 这个函数里面的话，第一个 range， 要判断什么的范围？这个啊 ，OK， 那判断什么呢 ？criteria， 帮我找苗栗 ，OK， 那所以这边的话，你就打一个苗栗。那当然你移开的话，它会自动帮你加前后算号了啊。那不过呢，我像苗栗开头的话，那你这个地方可以怎么样？在苗栗的后面加一个星号，这个是被允许的哈。OK， 当然如果你确定知道几个字，你也可以问号了，比如说苗栗县，苗栗市 ，OK， 这样子嘛。不过如果不确定的话，你干脆这样也最简单就一个星号，它万用字元就不管有几个字哦。OK， 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星号这个万用字元不是只有在这边用的。很多资料库哈，如果你资料库里边查资料的话，用法其实也是相同的，也是用星号。在那个 Access 里面呢，如果你要找那个万用，不管后面什么字的话，也是一个星号。不过呢，有些资料库啊，像什么 MySQL 啦，或 MSQL、Oracle 啊，它万用之前不用星号，它用百分比，不过结果是一样的啦，只是说。有可能是那个星号有其他的作用，那所以就不用星号。有些资料库是用百分比，所以这边稍微补充一下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如果这个条件发生的话，那加的话，因为加不是加这个，是加这个，好，帮我把那个职工人数加起来。那最后你会发现，苗栗的职工人数呢有30个，那宜兰的话有几个呢？宜兰的话，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，你分两次做的话，你旁边再做一次，那就怎么样，把这个贴上，把苗栗怎么样改宜兰就可以了。那宜兰的话呢，就宜兰开头。OK， 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打勾啊，就可以知道，92。当然你要总人数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什么，其实就拿这个来改就可以了，把它复制一下。那公式的话呢，就是贴上，然后再加上什么呢？前面这个。它一样怎么样？把它改一下，好，这个串一下，把这个改成宜兰，这样的话哈，它就把你把苗栗跟宜兰的职工人数全部有多少人帮你加在一起了，42个 ，OK。那当然这个是第一个哈，第二个的话呢，请你再变化一下 ，Ctrl 键按住，拖拉一下，OK， 那如果说哈，我们用 VBI 来做的话，这个部分的话哈，当然我就不需要分两阶段了。那这个也把它 delete 掉。好，如果我希望增加一个按钮，按一下它，自动帮我把总人数算出来。那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？一当然哈，一样，请你先把那个开发人员先叫出来。二的话呢，把 Visual Basic 里面怎么样，再增加一个。这个什么点进来嘛，按右键，记得先什么插入一个什么模组 ，OK 哈。那在这里的话呢，加一个模组，模组名称的话，也许我叫这个名称好了哈，叫苗栗和宜兰的总人数，这个名称哈。那我就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，
名称就是一个，按个确定。那可是程式怎么写？其实很简单嘛，有没有 ？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，这个十的话可以用动态侦测的啊。For i 等于二到十，然后 next， 那做什么呢？把 A 栏里面的什么这个资料的前两个字怎么样抓出来比一下，哎，是不是秒列？就抓前两个字，所以前两个字啊，我们可以用什么函数？用什么 left 啊？那这个 sales A 栏的资料两个字，如果是秒列的话，那就帮我把 B 的部分加起来。那可是我还有第二个条件，所以哈、哦，如果在 VBA 里面如果还有第二个条件的话，你可以再加一个 or 或什么呢？或前面两个字是宜兰的话，一样帮我加起来，好、哦，所以苗栗或宜兰 ，OK。那不过哈、哦，其实有些东西啦，如果你叫你要从头写哈、哦，很多同学已经都忘光了，好、哦、OK。那不过这个就如果可以自己打得出来是最好了，但如果不行的话，其实哈、哦，各位还没印象，在那个009有没有？里面呢，其实我们也写过啊。那其实哈、哦，比较聪明的做法是怎么样？好、哦，诶，把 sub， 因为我已经 sub end sub 有，中间的东西没有。那其实 我是建议啦，如果你 VBA 刚开始还是没有那么熟悉的话，我是建议你至少要知道说，某些程式啊，它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作用，将来可以把这一部分的程式当范本，你叫什么 ？Ctrl C， 有没有？哈、哦，然后怎样？再到刚刚的这个地方的中间 ，Ctrl V， 就头尾不要复制，复制中间的东西。那改哪个地方呢？其实啊、哦，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拿这个来改，很快就改出来了。一样有个 sum， 因为我需要加总，哈、哦、啊，预设值一样是给零，好。再来回圈的话是 for i 等于多少？二到这边是11嘛，那因为到10，所以这边的话可以什么？把它补一个零，二到10就好，有没有？再来的话呢，判断如果 left 哎刚好 A 栏里面的资料两个字是产线，哎不过我不是产线，我要什么苗栗，所以把这个改成苗栗，啊不用星号了哈，因为。这个已经切前面两个字了，那你再加一个星号反而找不到 ，OK 哈、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后面再加个 O 啊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关键哦，因为这一个条件，如果你要产生第二个条件怎么加哈、哦？但未来有可能是有两个条件是同是就是其中一个成立，像这个是苗栗或宜兰，好、哦、啊，另外有可能是苗栗。而且宜兰啊，而且都用 and 啊，如果或的话哈，这边记得哦，在这个后面空白加 or 空一格，然后呢，第二个条件，请你把前面这个 left 有没有把它复制一下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还需要一个条件跟它几乎一模一样，差别只是怎么样？把这边要空格一下，把苗栗改什么？改宜兰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这样的话呢，应该可以了解那个嘛，哈，有没有？如果你有第二个条件的话，就这样写。OK， 哈，那当然之前有同学问说，老师可不可以不要写这么复杂，哈？哎，苗栗或宜兰，哈，这就有同学异想天开，想说这样可不可以啦？其实我也希望可以这样子啦，哦，但是呢，规则总是不是我定的啦，好，这规则谁定的啦？其实就是比尔盖茨定的 ，OK 哈、哦，因为他会这么有钱哈、哦，其实也是靠软体，哦，他设计软体之后，哎，一直卖到现在，这也是有到现在二十几年了，还在卖，差异大不大呢？其实说真的也没有差，没有大到哪里啊，但一直就卖嘛哈、哦，像 Windows 也没什么改变太大嘛，哦、不过就一直卖哈、哦，那规则就这样，所以记得啊，你不要异想天开，一定要。反正就是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尽可能的哈，最好的方案是，如果有一个没有错误的范本，建议你就拿那个范本
来修改，这样的话错误的几率哈就会大大的降低了。OK 哈，那当然我知道大部分同学呢叫你要一次从头写完，要完全正确，应该是比那个中乐透的几率还低啦。哈，刚开始真的我发现同学对于写程式这个事情还是比想象中的哈。还是没有那么能力的、啊、因为这东西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时间，不过你可以借由阶段性的啦，拿范例来参考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呢，如果这个或这个然后做什么呢，加总嘛，啊加了这个地方前面讲过嘛，预设是零对不对，啊他就把后面两个加起来丢给前面，所以我要把这个哪一个呢，应该是前面是 C 栏，可是在这里是什么呢，加总的栏是在哪一栏呢，在 B 栏， OK， 所以把 B 栏的东西加起来，加完之后再丢到前面去、啊、所以如果第一个 是那个职工数是 4， 他就把这个4加上0丢到上里面，所以上存起来就4，那再换下一个，如果还有哎，下一个不是，再下一个19、啊、就把19加上4就要再存回去，这边23了哈。OK， 以此类推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再把结果输出到哪里呢？输出到这个储存格，那这个储存格什么呢？这个应该不是一啦，是 D， 好不好 ？D2 就把结果输出。好，程式写完了。那基本上哈，这个程式怎么来的？其实是从什么呢？从我们这个007里面有没有直接中间这一段拿来做修改哈 ？OK， 特别注意。这样会比较快啦，但如果你功力够的话，你从头打一遍啦，当然也是最好啦，如果不行的话，你就拿007里面的、哦、来做修改，改完之后我们来试一下到底 O 不 OK、哦、结果对不对呢，直接试就知道。那我逐行跑了，上现在是 0， OK， 然后 for i 等于2到10、啊、这第一个是不是呢，是不是苗栗或宜兰呢，哎是，所以呢这个 B 栏里面的是 4， 所以4加上0加起来之后呢丢给上，所以呢上现在多少就变4了， OK， 然后下一个呢是不是苗栗或宜兰，不是，跳过，有没有，所以不加，换下一个，哎下一个又是了，所以呢下一个是19，然后就把它跟4再加在一起，所以这边23，好，然后换下一个，以此类推，最后的话呢就把结果怎么样，加完的结果丢到那个第二的储存格，所以我把这个第二现在42嘛，输出到第二这一行执行，那结果呢就丢过来了。OK， 大概是这样的哈、哦，应该可以理解啦。其实程式真的没有太多的不一样，其实跟前面我们第一次上课讲的那个 for 回圈，顶多后来加了一个逻辑判断，哦啊、再来可能就是加总多一个sum而已，其他大概都相同。OK， 那请各位试一下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那个第011哈，我们要统计苗栗和宜兰的总人数啊，这个范例我想各位试一下。那一样是分两阶段啊，第一阶段是函数部分。哦、也是先加苗栗再加宜兰，然后把两个把它全部加一起，再来就是用 VBA、哦、把那个结果、哦、把它加在一起、啊、这个 VBA 部分的话你可以参考上个礼拜的那个007里面的那个程式叙述、哦、那我刚刚其实只是把那个007里面的程式、哦、复制贴过来，其实改动呢幅度并不大了，所以那哪些要改哪些不要改、哦、其实还是你要看着你那个就是需求、哦、哪一栏有没有，本来可能原来在 B 栏，那你把它改 A 栏、哦、原来在 C 栏把它改 B 栏，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苗栗或宜兰的话、啊、特别重要就是在中间加一个偶尔、哦、然后再把这个结果、哦、再加一个逻辑判断，其他我想都大同小异。